哎，不对，给各位演示一下，演示一下什么叫专业的运镜。首先是调准了。我一般如果做这个降落的视频的话，我一般会这么做，正好有这个时间给各位演示一下。先follow mode 取消 lock mode， 上一声就好说了，找一个绝佳的位置，我觉得靠近航站楼吧，航站楼可能好，哎，这儿停车场都可以。好，这个时候再把时间倒回去，这样录就有感觉了。这么看，我感觉是俯冲的不够狠。真的俯冲的不够狠，俯冲可以再狠点儿。这个视角没什么，怎么说呢？主要的一个那个魔法是把 follow mode 关掉，因为 follow mode 是你的相机，你想象一下，你现在控制的是相机。然后你把这个 follow mode 指的是你这个相机会跟着飞机走，但我们现在的这个样子显然是我们相机是要待在原地的，所以首先把 follow mode 关掉，然后是 lock mode 是这个功能现在特别奇怪，但我现在总结的这个应用上就是我先把它先都重置一遍，重来一遍给各位演示一下。就是 lock mode 现在那个锁定模式现在特别奇怪，我不知道它的目标是啥，但我现在有个总结的一个心得吧。首先是你把你的视角大概让你的飞机在你的视角正中心，这样的时候关掉 follow mode 开 lock mode， 这个时候你的视角无论你怎么转视角，你是基于你的飞机在转的，包括什么爬升下降都是在基于你的飞机去做的这个操作。然后由于现在我们把 follow mode 也关掉了，所以相当于我们就是在跟着飞机看了，就是这种感觉。然后这个时候再通过控制这个缩放就可以达到那个效果了。事实上可以在这样，然后随便来都可以。哎，对，我可以来这儿。先飞远点。真的是如果你在当地就是有这种感觉，因为这是条公路，真的是条公路，特别神经病，很阴间。说你来这儿，那个来这个岛度假，在这散步呢，你可能对这个岛不大了解，突然走着走着听见哪来这么大噪音，一抬头发现有架飞机正在冲着你飞过来，那种感觉很有可能的。你稍微控制不好就把车擦了呀，这条公路上是可以开车的。
机场在的这个岛叫圣巴特勒米，机场名字叫古斯塔夫三世，代码是 Tango Foxtrot Foxtrot Juliet。啊，这么看还是落点太靠后了，不过双水塔无所谓，你给他块平地，他就可以停下来，就这么扯。